笑子 show。观众朋友大家串联在一起的，后来那一天呢，有一些朋友从国外回来啊，突然间一聊，我才知道，是我们不只是在台湾有社会使命感啊，整个地球村啊都在收看 Jacky Show， 中国大陆现在没有看 Jacky Show 要判6年以上，没有，也没有这么严重，5年以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啊，跟这个是无关的啦，只是感谢我们全球的外国。这些人就跟外国有关系哦，他们飞来飞去，今天他们喜欢在上面，很厉害了。那么这么说来，是法师来到现场，上空下海。不是上空，好不好？他们是在上面，在空中服务的。哦，空中少爷。哇！在干嘛？推车。哦。小心手脚，小心手脚，系安全带，闭紧。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很会吹哦。在干什么？有啦，他们上去的时候都示范说怎么样穿那个救生衣，要是打不开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这个我要来示范一下啦。各位旅客，在旁边有一个红色的吹孔，你就往里面吹，但是记得哦，一定要下飞机之后才能够把它吹膨胀起来。如果你吹再不膨胀的话，你再试试另一边，如果再不膨胀的话，那你就死定了。我会这样做介绍的，你知道吗？今天讲的是空姐就对了，空姐今天来了两位不得了的。对啊，我要不然空中少爷要干嘛？空姐。那么今天呢，有两位一起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好朋友，欢迎胡佩莲、Billy。胡佩莲小姐如果当空姐一定很厉害，但 Billy 的话，当空姐的话，都会经常被骚扰，像你就没有这个困扰。因为你的身高不能当空姐，空姐有身高，有啊，我可以穿溜冰鞋啊。这怎么可能？那飞机起飞你哇，飞下降落哇。我是真的有当过空姐啊。哎，对，你在哪里当？当过一个月的。为什么？因为在拍那个空中小姐电视剧啊。那 Billy 姐，这个对于空姐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你这样子拿的东西不能掉，是然后在空中这样走哦，那真的很比穿溜冰鞋还难呢，真的。对了对了 ，Billy 姐，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拿，现在都用推车了。胡佩莲小姐，对不起，我们搭的都是头等舱，真的都是这样啊。怎么样？我帮你掰这个还可以。但是我不是掰，我啊，他把那个推车整的这样子，这样，这么厉害啊！拜托哎，大概给他九类没有。我立功。他是拿托盘 trail 拿在手里。真的我看到。我托盘是用推车这样。喂，那是基隆麦香的吧？笑哎，太气了，气了，气了。你觉得空姐这个行业？我觉得做空姐蛮好玩的哈，可以去周游各国嘛，可以常常出国。周游，游又来了，周游。周旋啊，他下面是正在跟阿公搬一个戏。哇！你看猪野力，我跟你，你们搞得没有戏拍，我跟你讲。真的。还有你已经蛮红。我还没有唱那个梨花泪泪。对，只有打马赛克。我们今天的特别的这个来宾都没有介绍一下，今天总共来的，难道有请空姐来吗？有，开玩笑，总共有八位，今天也都来到我们现场，欢迎我们八位空服人员。嗨，好，一一来介绍，第一位 Rebecca 小姐，第二位是 Ingrid， 第三位 Vivian， 第四位 John。John
Joanne， 第五位是我们 Jessica， 哦 Jessica， 第六一位头发挡住我没看到，叫做 Oliver， yeah I love Oliver， 第七位 Maggie，Maggie， 天哪！好，欢迎他们，欢迎他们。那明一稍微了解一下，第一位能不能跟我们大家闲聊几句啊？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进入这个行业？是陪朋友去考的。结果？结果他没有上。结果你上了，他到现在还在恨你吗？因为一定就是你挤掉他的名额啊，对不对？后来没联络了。不联络了。对，而且搭飞机都会，然后后来整班飞机都不能再起飞了，因为要先把他弄下去。好，陪朋友去考。第二位呢，Ingrid。因为我原本是在传统工行业做事，那我觉得传统行业的就是说个性都比较闷一点，那又变化不大。对，然后航空界的话就比较活泼热闹，而且年纪群比较轻。是是是，服务多久了？喜欢刺激，三年。好。这飞来飞去很爽，有挑战性。吹国外线还是国内线？谁呀？啊 ，Vivian， 服务多久 ？Vivian， 快三年了。快三年，那么几岁的时候进入这一行？你不这样就知道人家年纪。对，有没有25岁了？对，没有那么大。看起来没有，不过我已经25岁了。刚好，他长得很像半瑞金。对，而且卖公公哦。Joanne， 讲一下服务几年了？大概三年。国外线、国内线都飞，都飞这样。哦，有不挑就对了。什么？他公司安排他们都要飞，对对对，不能挑嘛。对，厉害厉害。好，五号杰西卡小姐。我之前之所以会进入这个工作，是因为我要跟我的男朋友会合。相会，因为对，因为他到国外去念书，然后我之前的工作因为收入太低了，所以我想这是最快的一个方法。结果没想到他在美国，我居然考了一个欧洲的航空公司。哎呦，太厉害！就是你们的会合，他本身也是机缘的。指挥亭集合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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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里一定觉得奇怪，怎么大家精神那么好？因为这是今天录影的第一集。有些呢，就是体力比较不行。没有啊，听到结合就会很兴奋。啊，对，就跟听到小明是一摆的车祸，我想到车祸。小明，好了。哦，来，这个下一位 ，Oliver， 平均。很害羞哦，五万左右吧，五六万左右噻，美金吗？台币。他们做欧一个工作，哎，就请欧的咧。Maggie， do you like your job？ Yes。Yes。How old are you？ You guess。咪咪，那咪咪什么罩杯？空姐都不会，收入段快到哪里？一个月收入多少 ？How much？6万左右。好，再来是我们的 Tina 了。Tina 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哎，今年几岁？27。做了几年了？好诚实。对，人家诚实。他报27，我们要再往上加6。对对对。没有没有，他讲的是实在。空姐有年纪的限制？有。几岁就不能当？应该。对，没有。我有看过那很老的，有美国的国内线，好老哦，老到很像姥姥。Good morning, may I have you?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欧洲的，好恐怖哦，对不对？哇，好老啊！那西班牙超级辣妹有没有？他走过去就要小心你的手脚了，因为他没有推车一样哎，小心你的手脚啊！那个汗臭真的不是。你看，像最近北野武有一部电影哦，这性爱狂想症。不是空姐过来，请问你是头等舱吗？然后那个，对呀、啊，然后那空姐就这样。头等舱还有这种服务？真的吗？那叫性爱狂想。哦，他幻想。幻想。神经病，怎么有人？头等舱就这么好？太厉害，太厉害。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来了解八位当中，准备你的按钮了。有男朋友的请按钮。杰西卡讲一下，会不会影响到你交男朋友？会。
么说？大家觉得好像空姐是高不可攀，觉得我们是那种很物质化的女生。哦，对，所以他觉得他们的薪水没有办法供养我们。供养？可是你是哪一个活佛啊？对啊，还有人家供养。我知道，我知道，上空下海。可是你也不能怪我们，那事实上有的空姐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建议这边的现场男士，你们不试过你怎么知道？嘿嘿，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没试过呢？最近有一条闹得蛮大的，是听说跟某一家航空公司的空姐有约会，有朋友是真的吗？有出去跳过一次舞，那有没有进去？有没有进去舞厅跳舞？进去一半。然后我心里想，哎，会闹绯闻就回来了。对对对，是是。我跟你讲，你这样我怎么对蔡安乔交代？喂！但是越能开玩笑，代表越没有。对呀，对对对对，就是越会开玩笑，就感情是越好。但是不是那种感，像我打宪哥一巴掌，他也不会怎样。你干什么？知道我要来这一招。其实像他一块吗？我怎么踹他，怎么扁他，他都不会生气。真的啊？知道我们是在录影。真的吗？不是你。那个 Tina 讲一下，有男朋友吗？没有。你会不会跟机长啊或什么谈恋爱？会有会有会有。看缘分吧。我以前一个女朋友就是嫁给机长啊。那很好。而机长还一个小孩。对。他说那很好，六天。他什么那很好？但是后来徐乃麟是跟他老婆是结婚的，所以他老婆是你以前的。乱讲，徐乃麟也不是机长啊，你搞清楚一点。他曾经当过机长，很厉害。乱讲，所以我就后来就是有时候好像这个经常啊，天涯两乖隔，你知道吗？我在这边，他在日本，哎，我到日本想给他一个 surprise， 他也给我 surprise。好好好。我在台北，啊！我在 Osaka， 那怎么办？就永远斗不起来。当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你看到他的时候已经了，又不用。解决什么？啊？解决什么？我觉得机长哦，是，所以有一首歌就是这样的。Osaka shikure， 又是讲五姑娘的事。Rebecca 也跟他讲一下。你本身交男朋友交多久？目前很久了。那他这身体很好，很久了。哦，是交往，交往很多年的。那不会因为你当空姐有所影响吗？我想还是多少还是会有吧。多少会摩擦，对不对？会有摩擦。奇怪，你的话怎么我们都会想到那里？对。连你的泰格尼让，哎，包括摩擦，哎，我们情侣之间。大家都会这样想的，你看，会两个人之间会有摩擦。我觉得摩擦还好啦，只是说，当他需要你在身边的时候你不在，那你需要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不在，你可能会比较容易觉得寂寞。那他不在的时候，你可以call我们啊？想干嘛？不行这样子。一般是我们call他们，人家他们是已经交往很多年的状态。那你觉得你会不会因为空姐这个行业，你嫁给他之后你就不再干空姐这个行业？如果我结婚了，我想我大概就不会做了，就不做了。对，那你有没有存到很多钱？讲实话，哎，我目前在努力中。努力中啊，那存了几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七位数，没有宪哥多啦。你公的桥下，那他们三百公的对吗？两万块币的，对呀。嘿，网络公司一上柜啊，那起码得几亿啊！你真有好，全中央你们假搞，但是他以前也是很苦哦。对呀、啊，他掌管操股员呢，热腾腾的一张股票拿出来秀呢，还说 number one 要给他自己留着，好夸张！哎，我搞得我们都有缴税，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乱那个。Ingrid， 你有男朋友？有，相当不容易，多久时间？不是啦，为什么相当不容易？空姐在交男朋友，他们飞来飞去都在国外，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嗯，所以人家才会说你贱，对，相当久，
很久了是吧？对，很久了。他怎么能够忍受你们聚少离多呢？就他爱我，我爱他，就这么简单。真的、哦。你爱他。那你们认识的时候是不是在飞机上面？哦，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是在他当空服员以后才认识你的话，那种感情比较会有摩擦。可是我们是在。我们是在学生时代就认识了，所以你后来才变成空服员。对，他会在家里要求你穿着制服吗？不会，有很多人有那种征服的，对，今天穿邮差的衣服。好，我问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好，请问你们八位，你们这八位当中，跟你的男朋友是在工作场合里面认识的，请按钮。一位那这样好了，我们随便点一位来问一下。那个 Jessica 好了，你来讲一下。啊，没关系，反正已经分手了。哦，分手了。对，他就是在提示我们。是是是，你没有事怎么会知道说？对，刚刚一直在讲男朋友分手了，你会不会在意那种很丑的啊？但是还蛮多钱的。你会不会在意嘴巴很大的那个，还有一点翘翘的那个？有多大？就眼睛自己看哦。来来来 ，Jessica 讲一下，你哦，那是我刚好就是 on duty 飞到外站的时候，然后我到另外地方去玩，在飞机上认识他的，然后就两个就有交往，因为我那天穿制服哦。然后我就坐下，他以为为什么，我以为是工作的组员，为什么可以坐在客人的位置上，然后就这样聊天，然后留下电话，然后我们就是互相矜持了半年之后才开始联络的。哦，半年之后两个人才开始，这才是真正的感情。对对对对。可是还是分了。为什么分手？因为太远了，他在国外。哦，老外是吧？啊，中国人，只是他住在国外。叫我老外不可耻啊，有什么关系呢？我基本上还是爱用国货。对对对。哎哎对。录影带都是骗人的。对对 对, 對。那么不在于大小，在于技巧。对，很多事情要了解。好，那我想呢，再来一道题目，在飞机上曾经受过乘客无理要求的，请按钮。Only one。接下来还是继续讲。就是你们分手的原因，他要在飞机上面要求。我好歹也是空姐，我穿这样不行。你以为在拍录影带？对呀，受不了。我觉得我好像是来那个空姐血泪告白时。怎么样？有这个情况？以前飞国内线的时候，我之前在国内线服务，然后就是有客人拿不到报纸，就当场就拿别的报纸摔我们的空服员。哎呦哎呦！就是拿报纸就干嘛？对，就丢下去，对。结果呢？然后他丢的是哪一个报纸？忘记太久了。对。结果你有没有发飙？不能发飙。对。那就要忍耐。你会拉下一个脸吗？直接脸就臭掉了，会不会？就眼中含着泪这样。对。然后跟他说：“对不起，我们等一下会马上帮你找另外一份，你要不要先看这一份？”其实他们的心情都一直要保持得很严格。我们很多艺人也是一样，对不对？人家很多空姐他们都很礼貌的跟我们，有没有啊？对不对？来微笑了。我们还是要不要大家给起来塞宾呢？因为他们都会认识我们呢、啊。他们讲了会解释，解释完最后会敬你，对不对？我在座位上我也还会站起来跟他敬你。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夫妻交拜。那个许孝顺啊，顺哥啊，坐在第一排，人家空姐就站在他旁边，不是要利用他的椅子要挂一些所谓的道具，你们要介绍的那个这种救生衣，救生衣。然后他就第一排这么近，然后他就这样，那个人在比，就从头笑到后面的乘客每个都一直笑，做鬼脸是吧？因为他很爱闹你。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过？对啊，许孝顺。那你们有听说过什么？好像是得罪客人，结果跪下来道歉的那个事情吗？某家航空公司有。不可能吧？要跪下来道歉？我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听听看，听听看。跪下来不一定是道歉哦。搞不好是有特别的服务哦，帮他绑鞋带、擦皮鞋哦。没有那么好的服务，来来来，哪一位讲一下？没有，好像是说有一家国际航空公司嘛，然后他们的空服好像是把咖啡倒在那个乘客的身上。然后跟他道歉之后，那个乘客还是觉得还是很生气。然后后来他就叫座舱长过来，
然后就跟他说，那是不小心的，不小心的，因为可能是刚好碰到乱流吧，气流不好。对啊，而且气流不好的时候，你要咖啡茶，其实不是泼到客人，就泼到我们。那结果呢？结果做厂长就要求他要下跪道歉，因为那个好像是日籍的日本人本来就很多礼嘛，他觉得就是要对客人这样。卑躬屈膝。后来，杰西卡。后来，听说那位客人就是他觉得还是他跟他到现在是很不舒服，然后他就决定自己也拿一杯茶泼回去。真的假的？那对方是哪一国人？日本啊，是日本人吗？这遇到这我就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啊，来二号 integrate。多多少少啦，都会有要求。例如说，客人上来买一个位置，他要四个位置，他要躺着，因为我们是非常航段，去来回可能二十几小时。买四个位置，买一个位置，然后他要四个位置。哦，对，然后没有别的客人坐就可以、啊。有客人坐到另外一边，他就把脚翘到那客人的腿上。哎呦哎呦，真的假的？对，然后你就坐到请庄长过来处理这样。脚翘到客人，对，啊、结果呢？然后他的脚就一直动啊，然后那个客人那个脚就他就躺着，他整个人是躺着，对对对，就像那个样子。然后那个是一个老伯伯，他就坐着，他那个脚就在那边抖。然后那个老伯伯就按 call button 叫我们，那我们过去，他还是继续在那边抖，而且那个人还躺在那个椅子上，然后盖住他自己的脸，在假装在睡觉，然后假装他没有听到我们在讲话。对，后来他还是把位置让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喝醉了，没有，就才刚上飞机而已。那因为他就觉得。他觉得说，我今天跟，因为他可能跟航空公司有点交情吧，对，他就跟航空公司讲说，跟地勤讲说，这四个位置我要，因为那天刚好没有位置，不是很客人不是很多，对，大概都可以一个人可以占两个位置，可是他一个人就是要四个位置。好，了解了解。好，接着下来问一题啊，女性同胞都会遭遇到的问题啦，好吧，我们这个两位来宾也特别准备好你们的问题啊，是，请问有受到性骚扰过的？请按钮。一位，两位，不要沉默了。四号九位就把它讲出来。哎，对，二号小姐先讲。其实也不算什么性骚扰，就是阿公阿伯要叫你，然后就用摸屁股这样子。这我们公司几乎每个人都会碰到。哦，李贝这样。没有，他摸屁股是摸，还是？当然是摸一边的。因为两边到会。没有，因为两片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不算过分了这样。不是不是，因为他可能像说我说现在这样子还好，但如果说他讲的是阿北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坐的那个位置哦，就对、啊、就是空姐都站着走来走去嘛，角度对，他们坐的那个位置比较低，那阿公阿嬷可能叫的时候，有的可能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对，然后你们的感觉他就会跟他讲，阿北你不要乱拍人家屁股上，不可以的。后来就自己笑，对，后来就过来，他没有拍屁股，他拍前面。我说你不要再拍屁股，后来他就走过去拉这个。没有，我怕他直接按服务钮，小姐，笑哟！来来来，讲一下你的经验。哦，九位，对，九位，好。我有一次就是刚上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还有豆浆牛奶的服务，然后我们就问客人说，牛奶，早餐的时候，早餐金兆银吗？不是，哦，他那个东西蛮好吃。听我讲完啊。好，几车，好。然后我们就问说，先生，请问一下你要用点牛奶还是豆浆？那客人好像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我搞不太清楚。然后就看看我说，小姐，我要喝你的奶。真的吗？言语上的性骚扰，这个就太过分。对，那你不会跟他说我要吃你的？其实你可以再幽默一下。请问你要几颗糖？没有，人家已经欺负到门上来，那么对不对？那中国大陆的空姐那就不一样哦。吼，那我跟你讲，反正他们很坏，我们越怕他。先生，你是吃不吃？不吃我把你扔出去车机舱里面。有，我西伯利。先生，首先你抬头已经在你脸上。真的真的是。对对对，那个大陆那边的空姐真的北方妞，对，他们讲话很好听，就是上次我们去那边去，碧姐你控制一下，我坐过有一次那个大陆的飞机很好笑，
有一个人他已经满了，他急要回台湾，然后那个人就说拜托了，拜托给我特别的位置哈。他那个人就说好好，那我就帮你，因为要急着回台湾，就给他特别位置。他上了飞机以后，发现都坐满了，哪来特别位置？那空姐给他一个小板凳，小板凳。然后他是坐在人跟人的中间，然后他两只手是，两只手是扶着边。哇，还有辅助椅啊。然后最好最夸张，那空空小姐点菜的时候，你知道吗？还跨过去？不是，舒华吗？他点菜的时候，比如说你点猪肉对不对？他就说哦，然后一来就说你猪你牛。天哪！还有我跟你讲，这不算什么，飞西安那一次啊，我跟你讲，一坐上去，那空姐就过来，我们也不敢问她呢。啪嚓丢了一个绳子在我身上，嗯，我吓了一跳，那是我不敢讲啊，我说，小姐，你那个绳子干嘛？啊，没事，你那安全带坏掉了，绑一绑。绑哪？哎，我就一边吃饭，两个杠杠绑的两个绳子，我就杵在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听过的西安事变，神经病。什么啦？我们上次飞北京也是，他们其实真的就是空姐比较没有那么注重礼貌，他们就会，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艺人，他们戏也有在大陆播，他们就会问，耶，前面那位先生，您是拍电影的那一位呗？就会这样问。问完以后，然后如果人家答是的话，来签个名呗。哇，这么洒脱啊！没有，他是他们的语调，并不是代表。还是有服务好的地方啊。上次也是我们西安飞到另外一个要看雨。哎，我们这个节目在大陆也有。哎，没关系，无所谓，反正西安我们不要去就好。但西安播的时候，我们打马赛克，螺旋桨飞机。你刚讲的是东安啊，不是西安。好好好，东安啊。螺旋桨，小姐，小姐，小姐，怎么了？怎么了？也是有服务好的。怎么了？螺旋桨停了。啊哦，来来来，你赶快来，你赶快来，换到另外一边。怎么这边有没有好一点？想到哦，有在转。你知道那个螺旋桨？哎，最夸张的十几年前啊，那个旅行刚开始的时候，南部的那些欧巴桑、老先生，从来没有出过国嘛。就很开心，那时候就是出国，你知道，我坐在那边真的很好，因为大热天，夏天很热。他一上来，他就很热，一直跟空小姐说：“我被热啊死啊，刚好你点的，我看你大机，我两礼拜车。”吓死你了，你两礼拜车上不了嘞。啊，上个坐飞机啊，到了飞机场，第一次看到飞机，哦，这个年纪这么大哦，他坐人嘛再去死。我不要错咯，我跟你讲，我不爱坐这台。王先生一家人，哎，你不要说这个，人家中国隔壁老王，中国大陆的服务不好，我们台湾有时候服务也是怪怪，对不对？那空姐啊，对不对？空姐都要会讲英文，对呀，国语、台语，通通要讲，有的不会还要眼睛，他打给机器外安，全家人呢上飞机了，哎，空中小姐啊，到台湾坐倒啊那样，哦，王先生，哎，啊。哦，王先生你是低啦哈，你低啦啊，你莫死你家哈，你莫死你家啊，你怎么跟他坐机哈？你怎么跟他坐机？啊，你妈的逼在这里啊！哇！现在没搞，已经到了目的地了，到目的了。嗯，哦，各位都客啊，请这个准飞机这边落土啊，请准备你的行李。我大家给你拜拜。飞机上的趣闻很多，哎，来来，继续，有没有在当菜鸟的时候被学姐欺负过的？学姐啊，资历比你高了或干嘛，或在这个飞机上，哎，颐指气使的这样，好吧？哎，蛋糕一数一数，果汁数好，请按钮。两位。代志拢发生，你也是。对啊，好奇怪哦，我是伊凤，我已经撕开我的面具了，我已经。伊凤，哎，他还会来这一个广告。来。所以既然他撕开了面具，我们也坦然相对。好。好，怎么样？当时。没有，那是以前飞国内线的时候，刚上来比较不懂事，然后刚开始飞，因为国内线行程比较紧凑，就时间抓得比较紧。然后那
我并不是很清楚整个作业的流程，就算你之前受训再怎么样，真的到上面来还是另外一种情形。然后学姐当场就是说，我说学姐，请问可不可以你告诉我自己有没有一个比较快的方式，怎么算那个果汁？真的就是算果汁，算果汁。结果学姐说，你看我真的有认识工艺，厉害厉害，要算方式。结果学姐就说你自己不会算啊。啊，对，然后那天飞的就是因为都飞短程，然后飞到最后我已经就是眼泪都不敢流下来，就是忍着忍着，然后连吃饭的时候他都没有告诉我今天要吃什么，他就直接帮我点了，说你就吃这个。啊，真的啊？对，然后到最后，我自己要广播的时候，我都已经不知道说我们现在从 A 点飞到 B 点，或从 B 点飞到，我都已经把同样的 B 点一直重复讲。讲的话已经很紧张，那一天终于熬完之后，我最后在街车上面真的流下了眼泪，就很难过。对，然后那个学姐今天有没有到现场？你跟我讲。不，我希望我讲的时候把我打马赛克。是。然后后来连那个街车的司机都转过头来看我说你怎么了？对。可是从那次之后，我就变得更坚强了。坚强。对。我就海阔天空。其实我告诉你，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对的。对。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俗语说得好，人不坚强，我强奸。对，不过可能就是因为他们飞得比较久了，像后来我做学姐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态度有时候一急也会不好，那我就跟我自己讲说不要这样对待新人。对了，对，女性在生理期的时候要多关心她，痛都不痛。哎，来一号米贝卡小姐。就是刚上线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就是在厨房在热菜的时候不小心就是那个餐车有点点问题，有点歪吧，就不小心倒了，然后学姐就蛮不高兴的，就两个资深的学姐，那一个其实是比较没什么事，另外一个她好像就是不大高兴，但是表面上还是会对我笑一笑，还是说没关系，但是私底下她就是有一直讲，有跟别人讲，对，有跟别人讲，这种人最讨厌。对对，但是其实除了这之外我想就没有，那但是我想其实菜鸟会被 K，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道理的。训练不是因为有些学妹刚上线的时候真的是很懒惰。对，如果说今天你跟她一块飞，你没有教她，你没有去讲她的话，那下次她跟别人打工的时候，她就会拖累别人。最恐怖的是，她又混到老鸟，那就完了，本来就已经懒了。而且在飞机上是不能出状况。对，有没有？生命诚可贵。她从菜鸟就懒了，到老鸟更懒，飞机准备起飞已经摊平。Vivian 讲一下你个人的经验。其实还好哎，因为我的脸比较操劳，看到你是冒犯瑞君哦，看起来好像不，请叫我海妹。你有没有遇过他来搭飞机跟我聊天？没有啊，一直等都没有等到这个机会。你是哪一家？等一下私底下跟我们讲。对啊，了解了解。私底下告诉你好了，他可以帮你代班哦。干嘛代班啊？来 ，Vivian 讲一下你的经验。就跟你说我比较操劳，没有人敢 K 我嘛。那你对你学妹有没有师妹有没有修理过他们？哦，不可能的，因为我家教甚严，我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礼貌的，我会用爱心来包容他们。听你讲完我老善。他自己讲的跟慈善家一样。啊，好好好，那我们接着下来听听看跟这个机长之间的好不好？有被旅客强烈追求，甚至发生过一夜情哦。听过的，请听过哦。听过了，因为他按钮。好，按钮可能有一点故障，来，请按钮。好，好，你看，三缄其口，不问。有听过机长勾把美丽的空姐的，机长会去勾引你们啊？对不对？但其实他是已婚的这一种的，有没有？有的话，请按钮。有一位上好的，算好了，Rebecca 讲一下好了。我是有听说过，就是已经有已婚的机师机长，他们就是有跟空服员有恋情这样。哦，结果呢？结果，好像还可以吧。啊，还可以啊，幸福啊，就是两个都你情我愿，对，你情我愿，那大家就闹得不愉快，没有没有，大家就睁其他的空服员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然后会不会他们在飞行途中会吵架？
然后还开唱呢，你可以试啦。哎，这样很恐怖，哎，这样很恐怖哎。因为机长一边在开飞机啊，他又走了，只好开麦跟他讲，阿伯你起码是变安怎？那边那边在讲无规矩，大家拢来试。其他人慌多了，你好好跟他讲啦。那个是这样吵架，嗯，吵架然后情绪要变化很快。哎，其实不只是机长会追空服员，或者是旅客追空服员，其实也有空服员追旅客啊，也有空服员追机长。喜欢的为什么不能说爱嘞？像我就常常被空少追啊。哦哦，对啊，亚力公玩，我了解。怎样？没有啊，那时候我还没有。我很小的出国，还没有开始当艺人的时候，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知道每次出国要飞长途，就要前一天晚上都不睡觉，在飞机上就拼命睡，然后睡，那个空少就会过来一直叫醒你，过一会就过来叫小姐你要不要吃饭，然后没理他，过一会又来小姐你要不要喝水，等到最后下飞机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飞机上有那种红酒的，那种红酒白酒，而且是没有开过的，就整瓶的，然后连那种什么 NONO 杂志啊什么，然后我坐的是普通舱，他就把那种头等舱的水果都拿来给我吃，对，然后还把那个酒啊、杂志啊都给我，然后让我带回去。然后可是最重要的是，就要我把电话留下的。你就留02-04，这样好像是你的电话。好，再来我们要聊一聊，在飞机上一定有遇到一些名人，好吧 ？Rebecca 第一位来告诉我们，遇到哪一些名人，他们给你的感觉又是怎么样？陈俊生，还有。我不大记得了耶，就是比较。你觉得陈俊生人怎么样？他好像都一直在写东西，头滴滴也一直写东西。嗯，然 后来有把写完的交到你手上吗？没有，他人蛮和善的。哦，蛮不错，他本来就很会相处。又帅。那 Ingrid。大概林伟吧。林伟哦，国父。是演国父的那位，那是啦，那个常演十点的那个什么花什么九点半的啦，袁仔花那个啊，越能越开花嘛，来 ，Ingrid， 还有孙鹏，哦，孙鹏，低音，对对对，你觉得他们两个怎么样？帅的比较好，哦，就是那个两个都很帅啊，一个那个林伟比较好是吧？对啊，因为他都没有要求什么。啊，那孙鹏有要求什么？哦，亮点啊，他要求什么？没关系，讲那个这个他碰到，他是碰到。那你刚刚还陈俊生对呀 ，Rebecca 不是，是我一个朋友，他遇到，他说，好，听你是听人家说的是吧？我的朋友遇到的那个人告诉我的。哦，他说你是听人家说的，他说孙鹏好像就是。好像喝醉了吧，一直要酒，然后就喝醉了。那是郑中基了，不是不是，没错，没有没有，孙鹏也。反正现在喝醉的是我们。然后他就打卫星电话，然后他就打卫星电话，对着电话里面一直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但不知道是跟谁讲。后来回来就结婚了。我跟你讲，这就恐怖了。嗯，迪英刚好在家里看这一段，哎，你没有在飞机上打过电话给我。那时候他就转到那个落地窗旁边，他就发现，咦，好像有人在看他。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小孩，哎呦，然后这样子，这样子，对，真的这样看着他，就听到有一个女孩子的声音，用叫的嘶喊的，而且是有点被强暴的声音。那个声音出现以后。他骑摩托车在辛亥隧道，就一直骑不出去，然后就他想说好，他就骂三字经，他就讲擦你娘，哎呦，就突然就一个小孩子说骂他找你